啊，做艺人就是这样嘛啊，无论你是不是舒服啊，状况是不是 OK 啊，但是都要唱嘛，因为大家喜欢听你唱歌，所以你要拼命的唱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献出自己的爱心，然后共度一个美好的中秋节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一个北京特色的歌曲。是的，胡同是北京特有的。那这首歌呢，叫做《死胡同》，希望你喜欢。写秋天的，因为我是在秋天出生的，所以很喜欢秋天。北京的山丘，冰冰的双手，去年的这时候，是你温暖我，为什么骗我，为什么要懦弱，我爱值得放手一搏，朋友们搞笑装疯，我挤不出笑容，想起你我还是哭了。死胡同怎么走都不通，回忆包围着我，我受困在一直在吃药，昨天晚上吃了很多很多药。你要保重。今天早上出门前也是，
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这个嗓子。是是是，我们给丽阳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刚刚已经在台上演唱了三首歌了，我们跟下来呢是让工作人员再计算一下刚刚所收到的款项有多少钱。不过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，因为一般上都是歌手在舞台上表演给歌迷看，可是既然这些歌手不舒服，我们待会儿挑几位朋友从台下上来表演，你们要不要唱给李阳听的吗？好嘞，大声一点。哇，很好，有够热情，我喜欢。好，比较美好的世界单曲你们都买了对不对？对。歌词你们都握在手里对不对？对。待会儿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唱出那首歌吗？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肯定可以。刚才我在旁边看前面这一排，尤其他们唱得很陶醉嘞，真的，他们都没有看歌词的，我还在后面翻歌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我们请丽阳到台下就坐好不好？我们坐这个贵宾席哦，第一排。可是我可以不可以先请丽阳帮我点几个歌迷上来？我们就选几位先上来好不好？啊，我们选三位就好了，因为三把麦克风嘛，好不好？很难选。三位。那个，其实整堆上来也不错，因为唱片这位唱片会很壮观。后面有一位在举手，戴手表的。啊，就是你。对了，继续跳，继续跳，跳过来。谢谢。OK， 那我就不客气，来往前走。请坐。好，有三位了，对不对？